我爱喝青岛莴笋，你去，我拿瓶啤酒去。哎呦，你听我的，你今天你先回去，我呀我不方便啊。那你怎么的？你发烧了呀？来，我摸一摸，看看来。哎呀，没发烧，不挺有劲儿了吗？啊，没事儿啊？那你是不是做什么对不起袁二姐的事儿了？啊，进屋藏娇了？啊，那么赶我走？ 这是谁呀？冯丹。他就是那冯丹。不是，他是被他老公打的。你们的事儿被他老公发现了？我们什么事儿都没有。我干嘛打他呀？我一句两句也跟你解释不清楚。那怎么跑你家来了？我怎么知道啊？那你说他来都来了，我也不能见死不救啊。 我现在不能把他再送回那火坑里头去吧？问题是，你们家那圆圆没发现吗？嗯，我把网线拔了，圆圆登录不上去。早说呀！我刚才吓得在里面，我跟孙子似的，我还在演戏呢。那你拔了，圆圆没反应？我拔了之后，圆圆给我打过一个电话，反正让我稀里糊涂的给糊弄过去了。但是到现在啊。 再没给我联系过，我现在眼害怕呢。我生怕他突然间杀过来，他抓我一现行。就赶紧给安排个酒店就得了啊！他说了，他走到哪儿，他老公都能找着他。再说他什么证件也没带，不是，他老公再打他报警啊？他不愿意报警。为什么呀？人家夫妻俩的事，我哪知道那么清楚啊？你呀，反正在家里就等于埋了一个雷啊。 自个儿看着办吧，我帮不了你了啊！好好的啊，玉哥，给你添麻烦了吧？ 没事儿，那是我哥们儿。我还是走吧，接着在您这儿住下去，不太方便吧？走，你能走哪儿去啊？你要是能有地方躲，你还至于跑到我这儿来吗？别多想了，啊，回去睡吧。
大爷，您上哪儿去啊？回老家，回我的根据地。 爸，去买菜啊。 这大包小裹的，这要去相亲啊，不跟咱一起过了。我要回家。得了吧，爸，你别闹了，行不行？咱老家那房子都租出去多少年了，您该回家。您家呀，在这儿呢，看见了吗？啊，看见没？坐北朝南，大门向西。 啊，老家没了，回不去了，您啊就逍遥听听的在这过，行不行？他们住东屋，我住西屋。当初租给他们的时候就说清楚了，哎，我问不下去了，我回去人家给腾地方了。我离开你家，我有地方去，你别老拿那个吓唬我。我知道，你已经给自己留了后路了，您真是高瞻远瞩啊。 啊，那您看，我是拦您呢，还是不拦您啊？别再耽误您回去享福。我不抢你包，爸，我呀，还真就惦记你这存折了，真的，就等这钱往前过户办贷款呢。 我以前骗了您没错，那不都是为了佳茹那30万的学费吗？我是挖门盗洞，实在是没辙了，只能从这房款里往外抠。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呢？我告诉你有什么用啊？爸，你身上还有30万，哼！我跟您说，您也不是跟着一起糟心吗？再说了，就您那小心眼，您还不得劝我不交那学费？ 不让他上那学，啊，你上学再把心学野了，再把我给甩了。我敢跟你说吧，行了行了啊，以前的小账咱就不扒了。这么说吧，反正存折现在在你身上，交不交出来就看你自己了。你要愿意给我呢，我就给你打张欠条，5%的利息，3年还清，比你存在银行里面定期划算。 你要也不愿意给我，我也不强求，啊，您呢，回去该吃吃，该喝喝，啥事儿别往心里搁。你也不用过意不去，我就全当您把这钱啊攒着给乐乐以后结婚当份子钱，不惦记，不惦记。你跟谁借？找甜甜啊。甜甜的是佳茹的朋友，你这钱从她这儿借，你将来你产生什么？爸，你怎么又来了？我这是为你好。 我谢谢您了啊！我不需要。您这一天怎么一条歪撅了？不是，我们夫妻感情好，您嫉妒就怎么着？放屁！行了行了啊，我还得去上班了。
赶紧回去做饭，还得送乐乐上幼儿园呢。走啊！爷爷，你快给我，别让老师看见了。啊，那怕什么呢？这爷爷又不是别人啊。爷，脏坏孩子不好。屁好嘛，给。爷，再见。再见。嘿，这小兔崽子，伺候你们还伺候出毛病来了。这房子，你还是买吧。买呀，没有二胎，为了乐乐也得买。那这钱你出不出啊？他们钱哪够啊？我得出。哎呀，这天底下没有赢过儿女的父母啊！家人过日子，想往一块儿想，劲儿往一块儿使，都是命。哎呀，你别高喊了，就是在公交站，我全都看见。看什么？你和你儿子？哎，我们也是吓唬吓唬他，你别到处乱说去了。其实啊，我非常佩服你。哎，你看咱们这么天的，买菜做饭，啊，接娃送娃，该给的钱给了，该出的力出了。哎，他们有什么事儿，从来不带跟咱们商量的，还这么天的挨他们的狗屁呲。没这个道理啊，说的也是，吓唬就得吓唬出一个结果。烧了十米的引线，放了一俩炮，以后更拿你不当回事。说我能怎么着啊？老家我又回不去，钱还不得不出。我还不能看着他在锅上烤着，我再撒把胡椒面吧。老家不用回，钱照样给。你必须跟他们说清楚，你不高兴的时候想去哪儿就去哪儿，别以为离开他们就活不了。你让他们觉得这是千钧一发，是箭在弦上，是他们运气好把你又给抢回来，这样他们才能珍惜。就像今天早上似的，离家不到100米，能有危机感吗？你呀，戏台子打的是地儿。打哪儿合适？火车站呢？火车站。哎，小叶。哎。都检查好了，千万别落下东西，这关系到你们未来10年的口粮呢。您放心吧，刘总，对着清单啊。过了3遍了，样不成。你们几个一会儿坐商务车，把这方案再过一遍，查缺补漏啊。好嘞。刘总，好点了？啊，好多了。赶快上车吧。哎。这两天有动静吗？没有。那可是有点吓人啊。我总觉得要有什么大事要发生。乐乐去幼儿园了，钥匙呢放在餐桌上，你找不着啥就跟我说啊，我回老家了。嗯，别接！怎么了？我爸，你说我妈为啥要走那么早啊？
爸，有完没完？你要再这样，我可真不拦你了。生气了，真生气了，怎么办？啊，瞧爸这下子，这叫色厉内荏，软饭硬吃。不是，这以后他不打了怎么办呢？能的他，他俩上班不交给你，那孩子归谁管？请保姆，他请得起啊！哎，即便他请得起保姆，他能放心吗？那是人保姆，人家是工作，咱们这是血缘呢，这是。对呀，你呀，就走你的，车是6:30的吧？正好他下班也赶得上，一点都不耽误。要不然我接完乐乐放学我再走。真是操心的命，乐乐放学我去接。回头我跟你儿子说，你走的时候什么都安排好了，让我替你站好最后一班岗，让他们也看看咱们这一辈人是什么素质，咱们也好好的扫扫扫扫他们。嗯，你这样跟乐乐别说我走了，就说我去找朋友，就是赶不回来了，赶不及了啊，别说我走了。行，你呀，真是操不完的心呐。再打最后一个。哎，甜甜，今天帮我接乐乐行不行？行啊，我一大闲人。爷爷呢？跑了。跑了？跑哪去了？那个，还有急事不跟你说了啊，回头再说，挂了。你爸这回不会来正格的吧？天要下雨，地要闹人，去他问呢。你们打算什么时候进来？如果一切顺利的话，10月底。嘉如也驻足吗？吕姐负责制作，我只是偶尔。嘉如大部分时间都会在的。这个片子在内容方面，嘉如是最熟悉的，是吧？嘉如，你怎么能不在呢？到时候也请宋总多来探班，让嘉如跟您多多汇报我们的进度。没问题，吕姐，要不咱们就别麻烦宋总了。不麻烦吧？你们俩关系这么好，又是同学，是吧，宋总？对，一点都不麻烦。这样我正好呢，就有了2个月的时间，好好的招待何同学。啊，你先别误会，吕总啊，我的意思呢是，我要好好感谢何同学呢，给我介绍女朋友。是吗？对，是这么回事。我闺蜜，我觉得他们俩特别般配，两全其美的事儿嘛。哎，这样，宋总，咱们回去就约起来，啊。您的情况我已经跟我闺蜜说了，要不这样，我现在就把微信给你俩推一下。哎，不，见面再说，见面再说啊。行。哎，吕总还有什么要了解的吗？啊，谢谢宋总，对我们项目的支持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哎，在哪儿呢？画廊看画呢，给你看看啊，看，可爱不？可爱。这画才2800，我在这犹豫了10分钟了。你马上就有钱了。什么意思啊？还是上次说那个宋潇。得了，傻子，人家那是逗你玩呢。咱俩谁比谁精多少？你别跟着叶一凡那个小心眼瞎起哄啊。哎，我告诉你。我现在住的酒店，就是宋总他们开发的。哎呦，何嘉如，甭跟我上课，就是因为你跟叶一凡你们两个瞎起哄，你知道我昨天晚上多尴尬吗？啊，我竟然壮着酒胆，我问宋潇是不是对我图谋不轨。你有病啊！这话你怎么当人家面问啊？他怎么说？我也记不清了。反正他这种人我是知道的，就是那种。典型的孔雀男，见着异性就开屏。其
干什么。人家今天啊，就是怕我误会，特意解释说，之所以这么热情地招待我们，就是因为我给他做了大媒，要介绍女朋友。哎呀，我想想，我昨天晚上真是丢大人了。哎呀，哎，算了吧，有些事啊，跟木头说不清楚，你自己自求多福吧。哦，那什么，你们家老爷子跑了。不知道啊，叶凡给我打电话，让我晚上去接乐乐。我问他爷爷呢，他说跑了，匆匆就把电话挂了。完了，谈崩了。什么事谈崩了？房子呀，房子谈崩了。哎，我说田大腿儿，你快点跟宋潇见一面吧。啊，我告诉你啊，你们俩绝对对胃口。哎，你说你们俩要是有朝一日结婚了，我就不愁没地儿借钱了。说的我好像前途光明呢。既然这样，我现在就买了。你可真会提前消费啊你！拜拜。而且我们目前的系统设计是通过信息平台，扩展了远程通讯控制模块，巡检信息在线及时查看，远程配合了巡检人员的巡视。大大降低了对巡检人员的依赖。关于机房建设这一块，我们是想跟物业保安室合并规划，这样会大幅减少后期的运营成本。作为新建小区，我们给出的建议是选择方案 B。好，明白了。最后一个问题，关于 APP 广告收入这块，你们是否考虑保底扣除方式？不好意思，能不能解释一下？哦。集团这边呢，运营收入会做一个事先预估，初步预定本地块的广告季度收入按照100万保底，那么这笔费用将从你们后期的维护费用中提前扣除，能接受吗？不接受。啊，对不起，我们可以考虑啊。请再确认一下。接受还是不接受？确认，我们可以考虑，可以接受。哎，我走慢点。刘总，你慢走。刘总，慢走。他冲谁掉脸去了？不，他冲我摇的头吗？他摇头是对你刚才讲标效果不满意，知道吗？哎，为啥不满意啊？我不按原计划讲的吗？我哪讲错了？你刚才讲的前面都没问题，为什么加最后一句啊？建议甲方选择方案 B。哎，要都可是省钱了，咱利润从哪来？我不是看着有点悬，想给他们点便宜，博点好感度吗？再说了，那如果为了利润最大化，那从营销收入里面扣广告费，那钱不更少了吗？这是两码事儿，那广告收入是未知的，标书里也没标明，咱先把合同签，以后再说呗。对，少说两句啊！你签完了以后不实行，你逗人家玩呢？啊，行了，少说两句行不行？啊，看结果，我崩死你！哎呀，看结果，看结果就完了呗。要中标啊，怎么都行；要没中标，那都是你的错啊。哎，站这干嘛呢？上车呀！快四点了，我得去追我爸去了。刘总等着开会呢，你说不去了，那他们得气疯了。上来。下午下火，找存在感。
和领导说完话，我去火车站拦他，我陪他把戏演到高潮，他不会消停。真的，是佳姐，站长，真的，真的。今天阿姨来接你回家。嗯，是。哦，老师。嗯。乐乐，跟老师说我是谁。老师，这是我晴天阿姨。哎，我爷爷呢？你爷爷今天可能有事儿，你爸爸让我来接你的。哦。哦，我收到乐乐爸的微信了。啊。你以后要是经常来接的话，得办一张接送卡。好嘞，我回头让乐乐爸给我办。好。啊，那跟老师再见吧。拜拜。慢点啊，再见啊。饿不饿呀？走了，回家。老爷，你怎么还不走？看来呀，他们是真用不上我了。你就听我的，现在去车站还来得及，你就等着他们哭天抹泪的求你回来吧。车在那儿呢，上车回家喽。来，慢点啊，书包摘下来吧。哎，我现在就出发去火车站了，啊，乐乐已经接回去了。我不是让你好好哄哄他吗？你怎么不听呢？我哄了呀，撒娇耍赖，嬉皮笑脸，威逼利诱，该用的招都用上了。他也跟我回去了，谁知道这眨眼的功夫又哪儿不自在了？就那帮老头老太太凑一起，我跟你说没好事，不一定怎么鼓秀他。叶哥，文博，挂了啊，姚壮的祖宗来了。哦，好好。你怎么来了？我带客户刚看完房，正想给您打电话呢。这周咱不是约了银行吗？您那边钱准备怎么样了？准备好了，啊，回到一堆就行了。那就行。哎，哥，这次无论如何可千万不能出岔子了，要不然我真没脸见人了。放心吧，啊，你哥脸皮没那么厚，这次无论如何不会掉链子了。那行，哎，您去哪儿？我开车送您。不用了，我去火车站。不是出差啊？取钱。不是取什么钱？去火车站啊？不归堆吗？就差最后这一堆了。这年头还有人用现金啊？师傅，麻烦您快点好吧，我有急事儿，快赶不上火车了啊！要不你打飞机得了。小伙子，那个麻烦你件事儿，就手机没电了，能在这儿充个电吗？那边有小马充电吗？哎呦，这不会，我啊跟儿子约好了在这儿会面，他找不着我他就着急啊。谢谢您，谢谢您。那你给我吧，来这边。哎，好。您啊就在这边充吧。哎，好。谢谢。别客气。哎，谢。走吧，
再等一会儿，我得把这个球打好。你和我爸坐从火车站回来就啥也玩不成了。不可能，火车站离这儿远着呢，你爸肯定回不来。你儿子去火车站了，放心吧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情报准确，你儿子就是去接你，勇往直前吧。哎，小伙子，谢谢谢谢啊，够用了，够用了，够用了，好好好，哎，谢谢谢谢。开始检票了。喂，看见爸了吗？没看见呀、啊，是我爸这作什么妖啊？他会不会先进去了？不可能，这刚检票，他飞进去啊！你打他手机啊？打了，打不通，都打一路了。哎，这么大一大早就出门了，这么大年纪不会出什么事儿吧？不会出什么大事儿，最多也是改车票，提前回去了。让他回老家待几天吧。在七大姑八大姨面前损我一圈，能找个周末，我在负荆请罪。我去接他。啊，你先别急啊，你要不行你就去派出所看看。去派出所干啥呀、啊？你现在报失踪人口，人都不管你。嗯，我也不知道，要不你去看看，万一有什么线索呢？那也是啊。你说我爸会不会冒充失忆老人，蹭人警察叔叔免费车回家了？这样又有台阶下了，又能省钱。这像我爸干出的事儿，我去问问啊。啊。哎，请问那个车站派出所在哪？您好，民警值班台在楼下。哎。我问一问，有没有老头今天在这儿丢手机、身份证出没？您这边说，这边说，什么事儿啊？有没有老人今天在这儿丢手机、身份证、车票，啊，或者失忆找不到家？天天都有，太多了。你找这人什么样啊？大爷，您靠边，您靠边。我这有照片。有没有老年痴呆啊？我爸没老年痴呆症，脑子好使着呢。我妹没虐待他。由平城开往吉林的 K215次列车，这马上要停止检票了，您信不信？还未检票的旅客抓紧时间检票。哎，你看这，由平城干嘛呢？这排着队呢。大爷，您票呢？即将停止检票。大爷，您先进。未检票的旅客抓紧时间检票。哎，干嘛呢？我控制着呢。开往吉林的 K215次列车已经进站了，请您抓紧时间上车。
就你爹你妈啊，身后总有一个老家在后面拖着。只要你说错什么话啊，你眼神拐弯眼白肉多了，叫你吃饭你没答应了，他买那什么长生不老药你说没疗效了，他就是觉得你嫌弃他了，他叫一个人回老家，不拖你后腿了。你爸叫什么呀？要不我广播给你找找吧。谢谢啊，我爸姓叶，叶平安。各单位注意，各单位注意，有位姓叶的老人在六号站台摔倒了。我爸，几号站台？六号，来，小伙子，这边啊。警务室。爸。警务室。六号站台有人摔倒，快来一下。爸，你这怎么了？这是，你跑这儿来？你说，爸，你们帮我叫120吧。别叫过来。爸。警务室。你到底回不回来？好说好商量就是不行是吗？你信不信我现在就上门把你救回来？别开门，有可能是亲戚。谁呀？要快递。真是快递。哎，你好。你好，您快递。什么呀？这好像路由器。嗯？你订的？没有啊。这侯媛媛女士是吧？是吧？啊，好，谢谢啊。啊，没事。喂，你好，快递。哎，你把快递放我们家门口了吧？哎，没有啊，你们家有人接收啊？不可能，我们家这时候没人。哎，你家是702吧？没错，你家大哥，你不也在里边吗？我哪在里面啊？啊，可能我看错了啊，反正你家大哥亲自出来接手的。我以为是晶晶找上门来了。我以前躲到哪儿，他都能找到我。啊？没事，不说我这些破事儿了，一起吃口饭吧。哎，不饿，你自己吃吧。你怎么了？挺好的，你吃吧，不饿我啊。我爸出事了，在明德医院，你赶紧过来。喂。喂，路由器收到了吗？收着了。呀，你还买什么路由器呀？你升级了吗？不用升级，家里那不用的挺好的吗？家里怎么有个女的呀？那是家里的小时工，这不呆呆要生了吗？到处都是猫毛。
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一凡呀，爸爸进医院了，我得赶紧过去看一眼。我先不跟你说了啊。哎，冯丹，我出去一趟啊，甭管谁敲门都别开。哎，你要。就是小时光，就是小时光。